现了剪刀手了，但是有写卡斯大会当中最老派的照片 pose。女主角向洁如，男主角小乐吴思贤，欢迎两位。耶、yeah, ，好，再往右边走一点点，好的。来自这里哦。好，左边可以拿个互换他们一下，来，两位第一次一起拍照。大森哥这边，好吧，大森哥来拍个照。好，这边是两位的前方，好好好。Okay. 其实还蛮紧张的，对啊，而且小乐很瘦，我第一次看到小乐本人，我想说天哪，也太瘦了吧，然后我想说啊，死了，我要当女主角，那赶快把手上的零食放下来，就不能再吃了。身高体重多少？168，不，156.8，然后体重原本47吧，但是知道要拍之后我就有节制，现在大概45。156.8，谁会讲这种数字？帮我自动进位157，谢谢。我很多同学都很喜欢小乐，然后他们看到那个新闻出来就密我说什么，你要跟小乐一起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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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他们就说你要记住哦，不可以碰他的脸哦，他很爱干净哦，你要小心什么的。然后我同学就是把他的那，因为我同学是他的超级粉丝。然后就把他的那个什么个人的那个都列给我一个清单，说你要注意这几点。我就天哪！还有什么？对啊，不敢碰脸，不能摸脸，不能摸脸，算蛮厉害的，就是代表他是认真观察，他真的很喜欢认真观察过我。对，不能摸脸，还有对。他一定心里想说奇怪，之前我都看邵雨薇一直摸他脸。8岁吧。你第一次跟年纪比你小，对，其实说实话，我第一次不要说小八岁已经算蛮多的。他其实是我第一次合作比我小的，我之前合作的都比我大，对，所以我发小也算一直当孩子，变差8岁，真的怎么会这样？变哥哥，第一次变小乐哥了，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，我一定会做好。就我自己的习惯就是这样，我除了一定会做好清洁之外，然后我本来就随身都携带漱口水，对，就是我，因为我平常就这样，随身准备要更加清洁，不是，没有漱口水是我平常的习惯，我平常本来就吃完饭，虽然不会每一次都跑去刷牙，可我一定会用完牙线，然后会用漱口水，这样，这是我个人的习惯。吃完饭也会就是用牙线什么的，对。很有职业道德，两个洁癖的人。那你吃完饭可以相约一起刷牙？那一起去，可以一起剃牙，一起去抠一下。一起抠什么啦？完了。抱歉。你现在自己叫各位大哥大姐不要碰你那种。那个，这我没办法救你。那个不是啦，就是剃牙、抠牙菜。这不是我的错。希望你们高抬贵手。有大拇。8岁吗？有喂。哈？差几岁？最大的交往的那个？最大差8岁啊，也差八岁，差八岁。对啊。你不要这样讲，到时候他们直接写成我。不是不是不是。